你昨天闲了再上去的不？搞了么子块？你给我待着啊！算了嘞，费事我查班牙都。大家好啊，这个钢棚我们做了4天，今天就能完成了。现在在铺这个瓦，还是难得搞哎这个。我跟我爸两个人弄这些都是，效果还不错哈。姜还是那个啊，你是说先补么子啊，还是先用了的呗？ 妈妈，你晒那个薄膜纸啊？来接哇！那个娃还有那么多高兴的事啊？要不忙？你多落的工作得行，都是那儿接的。 小雨，拜拜。 简单的把它收一下儿，没，暂时不拿下去的看，不，还是要出两个栏杆，出个栏杆，好吧。